的淡水河边，路灯闪闪烁，看四边的景致，不觉心伤悲，想起着彼当时，双人情意甜，是上约束在何边，快乐伴相随。选了一首呢，其实就拍情为歌，因为这种诶很老式的演啊，伊是较是真元素演啊，这种演啊要唱到有迄个演啊味出来，是需要真大的功力。那洪一峰老师伊上有名的低音，有法度甲 hold 住。啊，你呢在第一段的部分用安尼电痕，我足喜欢的。我喜欢的是你若无淡薄仔的气力甲功力。你无才调安尼唱，因为干那一个 piano， 一个轻轻的乐器，爱配合着你的清唱，那个是随心所欲的。如果你若搁较自在的，卖去抓迄个拍，你搁较自在，老师一定会对你，老师的乐器会跟着你，你会更漂亮，你也搁较水气。可是整个下来的味道就真的很棒了。到了第二段的日文，我就觉得哇。一开口我就觉得对味了，因为我一直咧甲你看你自己的歌词有唱唔对无？啊，结果唱得非常标准，我觉得这一点就非常的了不起了。更何况是自己的音啊的味比台语较重，你的分寸的拿捏分得很好，我觉得非常不错，加油！好，阿Sir，这样子的歌来挑战其实不容易，因为如果没有很好的唱功的话，其实很多人是不敢。只用单纯的这个一个乐器来做表现，这首歌我觉得你前面那一段的表现跟钢琴老师这样的对话，我就觉得做得还不错。但是如果说你可以更自由一点，我觉得在拍子里面更自由的去发挥你所有的感觉、你所有的情绪，我觉得你唱这首歌会更棒，不一定要这么工整在拍子上面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佑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何一佩。三立严选，熊熬算。三立严选最划算，记得来看我双十一，一定要锁定三立严选。